天明下还有这样的事，比别人还不如了。一波为一波为零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天明下哪有这样的母亲呢？我这样一晚上回来哦，我妈哈、哦，就兴师问罪的了。就叫我说到早上今天要搬出去，不然他要把门锁换了，大翻脸无情的。我现在我要搬了，他出了一点问题，从上个礼拜就是精神状况就是不佳了。我妈都不讲道理的了，要栽赃我说我要害他，我跟他生活好几年的人了，我害我妈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我妈还在负债的了，而且是我当保人，500万是我当保人的，我害他他交不起，是这笔账是算在我的头顶上呢。既然说我要害他，要栽赃的你要有凭有据的，都要讲道理啊。这住院好几天，我顾好几个晚上，居然说我要害他，因为是上次因为那次住院就是要绑手绑脚的，精神状况太激动了，说他会去攻击人，现在就说我要害他，天底下哪有这样，生病也不能这样子。帅哥，我在搬家呢，你打赏500颗星星要叫我唱歌，我唱得下去吗？天明下，哪有这样的事？别人比别人还不如了。一波为一波为零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妈只有这个状况，我还是为她好，去医院哭了那么多天，没有光老爷要苦恼，她这样子做人对吗？说我要害她，但是想哪有这样的事啊？人老说真的老糊涂不识字啊，人在左边在看啊，不要这样子啊，咄咄逼人啊。我的东西他都多得像山一样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？好，可以，我这个保人我就不再保了，我要跟他脱离哦，母女关系，以后他怎么样我都不顾，断绝母女关系。